身形，我要指 fit 嘅。买嘢当然要格价啦。男朋友，我要指 smart 嘅。物业贷款一定拣 ETC 啦，佢哋利息逐日计算，即使系供多一蚊，都即时扣减本金，悭翻利息。男人想要咩？咪就系识精打细算咯。ETC，easy to cash。